当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，任何引来邪灵的人都将惨死。几年前，有个学姐好像在这儿自杀了。这里面死了那么多人，没准啊，咱们现在身边全是阿飘呢。身后有个不干净的东西，苏学姐好像中邪了，不停地大喊大叫。朱丹，你别吓我，到底怎么了？有鬼。